啊，欢迎大家嚟到呢个记者市民大迁徙啊！今日同我上翻嚟咯，上翻五日咯。啊！欢迎各位观众啊，加入呢个记者市民大迁徙嘅活动啊！咁我系 PSHK 啊，细佬啊，咁咧后面后方咧就有大批嘅警员啊，咁就希望我哋呢个嘅人士啊不断嘅退后啊，咁就今日现场好多人啊，我哋 PSHK 系啦，咁就我哋嘅台柱啊 Hugo 咧就喺屋企休息紧啊，好啦，咁警员嘅防线啊就推到过嚟朗豪坊啊对出啊七仔附近啊。咁就警员头先就举出咗蓝旗啦，咁就大批嘅速龙警员同防暴警员咧就随即落地啊，咁就占领咗成条亚加老街啦，同埋遮住一条横跨砵兰、西洋菜南街同弥敦道嘅防线啊，咁就未知佢哋会唔会作出大规模嘅拘捕同驱散啦，但系刚才咧已经举出咗蓝旗啦，熄咗啲电筒佢啦，如果系嘅话系。咁就暂时现场啊，有台主啊，我啊，同埋企鹅啊。咁而蓝色水咧就去咗第二个位置啊，因为被防线隔开咗啊。咁咧在场咧有大批嘅记者啊，就喺正我呢一个位置啊，就面对住我前方嘅警员啊，同佢哋影低佢哋嘅呢个嘅容貌啊，咁就方便日后追溯啊。咁就见到前面警员啊，就攞住半圆盾啦，就攞住雷鸣灯啦，同埋胡椒喷雾，咁就睇先嗱，仲有支大仲有支。警棍咯，但又可能后排有大佬仔但又唔好见，咁有旗手嘅呢一批嘅防暴，而隔篱加入七仔嗰边就有速龙警员啦，同埋部分嘅一啲嘅 CID 嘅，系啦，咁而亦都有呢个嘅唔同嘅人市民啦喺我哋后面啊，做一个行为啊，俗称屌狗啊，系啊，咁就都建议翻在场市民啦，戴翻口罩，咁就方便保障翻自己。甚至就是不應該就是在記者或者 First Lady 後面做屌狗的行為，因為就很危險的，容不易會累到他們，累到我們。嗱，見到後面啦，彌敦道啊，有大批的防暴啊，係佔領了成條呢個亞加老街啊，係啊，但我們又過不到去，因為佢兩邊的大路啊都已經設起了一條嘅警員封鎖線，而且我們就不可以走出行人路啊嘛，係啊，我們很專業的，不玩行人路的。好啦，咁見到呢一批嘅防暴警員啦，後面係有旗手，不特止咧，仲有速龍警員戒備嘅。咁就而且有部DV 仔影住我哋呢一邊記者群同市民啦。相信就係影低佢哋大頭，方便日後就作出一個預約拘捕，甚或至咧就係進行一個大型拘捕之後咧，可以方便就有證據顯示市民喺度非法集結啦。係啦，咁就方才十分鐘之前啦，警員舉出呢個藍旗啊，並且驅散喺羅湖坊正門咧嗰嚿咁嘅雕塑附近嘅。警嘅記者啊，同埋市民啊，咁而家咧，我哋記者咧就俾人推到朗豪坊同埋呢個砵蘭街個位置啦，咁就近銀行中心嗰邊啊，係啦。好啦，防暴警員咧就好似叫頭先踩單車嗰條友走啊。咁咧，我相信咧，剛才喺彌敦道啊，嗰幾架豬籠 U 咧，即係 set 咗每個街口個班咧，已經就出曬嚟亞加老街，落曬地啊！因為現場嘅警員咧係變得非常之龐大個數量。我見到前方呢名嘅警員啊，就攞住一支橙色嘅大口仔啊，就前進啊！咁暫時就未知佢哋嘅行為啊，見到速龍警員啦。但系咧，見到咧而家嗰個部署咧，就係一 team 嘅防暴，後面就配三至四名嘅速龍警員啦，而非以往啊一架大車啊車可能廿幾卅個速龍警員過嚟啊，咁就未知佢哋會去前方做乜嘢，未知係作出拘捕定驅散，但我哋又跟住佢行啦，係啦，咁就咁咧，現場市民咧就歡送翻警員啦，講句 bye sir 啊，係啊。而今日嘅警員咧，都係未有配置任何嘅 number 嘅，係單純嘅行動代號啊，藍色卡仔啊。落地球。好啦，呢度咧就停泊咗兩 U 一豬籠，兩豬籠添嘅，係啦。咁我記得咧，仲有速龍車，即係呢個私家車嘅。但係咧，未知佢哋上車離開啊，定係前往呢個豉油街、長沙街嗰邊咧 set 起另一條嘅防線，去方便佢哋成為一個練成一個布袋陣啊。好啦，見到現場咧，其實市民咧
就都唔多嘅，而家去到警员嘅位置，去到浪花戏院对出啦。我哋行翻系路先啊！咁就而家已经行到去亚兰中心嗰边噶啦。咁就未知警员嘅下一步去向系点，但我哋又跟实呢一批啦。咁就其实刚才戏院咧，其实系关闭咗嘅，即系呢个浪花戏院，但系而家已经开启翻啦。相信就方便俾市民入去睇葉問啦。好，警員喺呢一度 set 起一條封鎖線啊，防線咁樣啦。而呢度有幾名嘅速龍警員啦，有接近10名嘅防暴警員啦，就喺呢個亞蘭中心啊嘅砵蘭街個位置，就有旗手啦，橙黑旗。咁又未啊，仲有藍紅旗旗手嘅，系啦，未知佢哋會出翻嚟登到大街啊 ，set 起一條封鎖線定係點？好啦，警員拎咗呢個嘅雪糕筒出嚟，懷疑咧就應該準備拉架呢個橙色膠線啊，係啦，就 set 起呢個警員封鎖線啊，就防止車輛或者市民進入內。就警员而家拉起咗呢条橙色嘅封锁线啦，相信就阻止有车辆啊去进入砵兰街出亚加老街呢个位置啦，甚至就系阻止市民可能走到马路上面啊，系啊。咁啊，琴日喺呢个位置啊，同样就发生咗一个惨剧啦，就系 PSK 记者细佬又俾人硬射满面啊，俾呢个胡椒水。關公災難，咁又竟然又何槍呢、這個好似係 M1，check 多次呢啲咩槍先，實彈槍嚟噶。有實彈槍加嘅。咁就相信咧，其實因為早排警員倒破大多宗啊呢個懷疑真槍嘅案件啊，所以咧佢哋就荷槍實彈啊，著上避彈衣咁樣咧就方便走動啊。警員奔跑奔馳啊，咁就見到速龍警員啊跟一齊啊，見到警員啊講啊，唔係仆街。有市民就同阿 Sir 讲圣诞快乐啊！好，警员就快速跑嚟豉油街，但系并未作出任何拘捕同驱散行为。好，咁警员咧就喺豉油街就走出去。咁就怀疑咧，佢哋头先见到有黑衣人啊，咁就希望。作出一個拘捕的行為啊！好，呢度有一個示威，應該係示威者前嘅路障啊！警員咧，而家就開始喺度清潔緊、清理緊現況。呢度咧就係豉油街同埋上海街交界啦，咁就大批警員咧喺度清理路障啊，係啦，咁就講話睇真啲，唔好咁踢落去，又懷疑可能擔心有炸彈啊，甚至可能一啲尖刺類嘅物品，驚弄整親警員。大批警員而家喺度清理路障啦，方便恢復行車啊。好，咁路障咧大致上已經清理完啦，而現場車輛咧亦都可以係繼續行呢個上海街同埋豉油街啊。
喂，呢個咪細佬。哇！現場竟然咧就走翻去豉油街、砵蘭街交界嗰個方向。我見到前方啊有市民聚集啊，但未知佢哋係可能叫行街市民啦。哎，哦唔係，係有警員，有警員喺豉油街對出嘅砵蘭街交界咧 set 起咗一條防線。啊唔係，係 keep 住喐動嘅。啊，我哋見到前面呢度有大批警員啊到場啊，咁就。喂，傾偈啦，傾偈啦。好啦，咁兩隊嘅 IC 又開始討論啦，進一步嘅去向。咁就試下警員啊，係都係冇 number， 但係有呢個藍色嘅呢個行動代號卡紙啊。因為未知佢哋進一步嘅行動係點，未知會唔會喺呢度設起一條嘅封鎖線啊？好。好，咁現場警員咧就翻翻原位，咁我深信個原位咧就係剛才嘅戲院對出啊，羅湖坊戲院對出啊，就頭先嗰一條封鎖線。咁咧另一team警員咧就沿住豉油街出翻彌敦道啊，係啦。咁就都係嗰句事，呢幾日啦，呢個嘅警員嘅配置啊，都係一team防暴再配可能四至五位嘅速龍小隊成員，而非以往啊，入到深夜就二十幾三十個速龍小隊嘅成員落地啊，就負責進行一個大規模嘅拘捕。咁就係啦，佢哋諗住翻翻前面橙色膠帶嗰條封鎖線啊。咁就但係前方其實並未有太多嘅市民聚集，或者因為頭先警員嘅大動作啊，而令到在場市民或者一啲嘅抗爭者啦，就好警員就叫呢位。Panda 的電單車車手啊，不要向前走了，懷疑他們受驚過度啦。咁就係啦，佢哋而家翻翻嚟前面橙色膠帶呢一條封鎖線。咁咧，警員已經係完全禁止咗車輛啊，經過砵蘭街羅湖坊戲院出面嘅嗰個位置啊。都係嗰、那個，我哋見到喺現場其實並唔多市民嘅聚集嘅，係啦。咁由我出嚟敦道睇下啦，因為呢一批警員咧應該都係扎守住喺呢一條橙色膠帶附近，咁就冇呢個必要去望實佢哋。我哋出嚟敦道望下究竟現況如何啊？即係究竟係咪仲通車定係點？咁最起碼可以一件事就係砵蘭街咧已經係唔能夠啊直線出翻雅加老街，因為警員 set 起一條橙色膠帶嘅封鎖線。咁相信嗰一team嘅警員咧。他的職責呢都是緊守崗位，就看著那條封鎖線而已。好，我們現在出來彌敦道豉油街交界，就現場有警車駐守的，無論在我的左邊，左手邊有豬籠閃燈豬籠，還是右手邊 近小米方向，有防暴警員落地的那邊呢，就有兩架豬籠，一架 U， 同埋係一豬籠一 U， 同埋係咪有一架私家車咧？應該係有一架私家車嘅。咁咧，佢哋就喺嗰位駐守戒備住啊。而右手邊咧，喺遠處咧，應該近信和位置，亦都見到有藍紅燈啊，但未可以確保啊，保證到嗰架係乜嘢車輛。咁就在場彌敦道啊，並未有帶特別多嘅市民聚集啦，但係就有大批嘅警員啊，在現場啊，戒備啊，懷疑就擔心有市民啊，會做出嗰個所謂嘅破壞社會安寧嘅行為啊。咁就而家沿住彌敦道啊，行去油麻地方向望下咩料啦。咁就因為其實都多行街嘅市民，亦都並沒有戴上口罩，所以就唔影佢哋，就話影咗一班嗰自由行嘅市民咧，會影響佢哋翻大灣區嘅嗰個榮耀啊。咁就唔係咁好啦，係咪先？咁就歡迎大家嚟我呢個 PHK 嘅直播啦，我係細佬啊！咁就現場咧就彌敦道啊，而家走翻去豉油街方向嗰邊啊！
欸，我啱啱收到一段 Twitter 嘅影片啊，就有警员啊喺尖沙咀啊，邻近对温啊嗰度咧，就用咗实弹枪，即系攞呢个嘅点三八戒备啊。我见到呢名警员啊，攞住一支点三八啊，就荷枪戒备啊。咁就未知有冇开啊。咁就啱啱喺 Twitter 收到一个咁样嘅消息。咁而家又出翻嚟豉油街弥敦道交界嗰边啦。咁啊，在场系弥敦道通车依旧啊，但系前方就有大批嘅警员啊，聚集啊。啊，呢度一字排开。我跟住一齐跑，好好。咁就其實見到啊，現場就大批警員啦，或者呢個警車扎守駐守住呢個位置啊，但係咧就尚未見有示威者聚集啊，亦都在場其實都只係有大批嘅可能旁觀嘅市民啊，甚至就行過路經嘅一啲嘅遊客或者市民啦。咁咧喺我身後咧就有一大群嘅 First Aider 係啊，咁就未知警員進一步嘅行動係諗住拘捕啊定驅散，但係咧佢哋現階段咧就只係應該企喺路邊啊，等待進一步嘅指令啊。係啦，咁彌敦道其實通車依舊嘅，呢度亦都有架九巴嘅私家車停咗喺度啊，相信係準備為之後啊，如果彌敦道突然間堵塞咗啊，九巴唔能夠離開啊，究竟進一步嘅指示係點咧？咁相信呢部車停泊嘅原因就係為咗進一步去疏導交通嘅，即係突然間呢個九巴如果收咗工嘅話，咁咧其實我哋而家嘅好多嘅同事啊，都已經駐守咗喺呢個彌敦道附近啦，甚至有啲同事喺九龍灣啊、沙田咁樣，咁啊非常之嘅辛苦嘅。又大家記得 like and share 啦，去支持下佢哋啦。咁咧，其實頭先都見到有警員咧，係攞住啲半自動步槍、實彈步槍嘅喺度戒備啦。就係頭先我跟住嗰一隊，包含有速龍小隊成員嘅記者，嘅防暴警員啦。咁咧，現場就係小米隊出啊，創興隊出呢個豉油街彌敦道交界啊。咁咧通彌敦道係通車依舊嘅，但係咧前方就有大批警員駐守啊。系啦，依度系行车嘅。咁暂时未知会唔会有进一步有更多嘅警员去到场啦，甚至会唔会有抗争者、示威者咧，去到弥敦道啊附近邻近嘅一带去作出堵路啊，甚至系。俗稱的破壞性安寧的行為啦，咁就其實都冇乜嘢好報啊，因為現場咧都只係一班嘅防暴警員扎守住、駐守住一啲唔同嘅區域啊。就比起頭先我啱啱嚟到啊，坐喺車上面啊，佢哋只係落地可能鬆一鬆筋骨啫。但係咧，剛才喺亞加老街，其實有警員係舉出咗藍旗嘅，去表示現場嘅群眾係一個非法嘅集結或者非法嘅集會咁樣啦。但係我哋又未清楚啊，警員有冇作出進一步嘅拘捕同埋驅散嘅行為啊？係啦，咁就暫時亦都未有進一步嘅消息指啦，有抗爭嘅示威者啦，甚至就係呢個警員啊，佢哋會有進一步嘅行動。但係咧，我哋見到其實左手邊啊，近周新生行山銀行嗰邊啊，其實有市民聚集嘅。即係有大批嘅市民喺嗰個位置嘅，咁未知咧佢哋係單純嘅經過，一定係準備去作出任何嘅行動行為嘅。由於現場警員其實布防都比較上高多啊，所以咧我現場嘅市民咧記得戴翻上個口罩，因為警員咧佢哋有個隨身嘅攝影機啊，唔單止係手揸嗰部 DV 仔，甚至有部分嘅警員啊，佢哋喺左邊心口啊係會掛上咗一部微型嘅攝錄機啊。咁咧，警員咧就會記錄翻唔同啊，所有喺佢眼前啊，甚至經過嘅市民嘅容貌啊，方便日後作出任何嘅預約拘捕啊，或者任何清算嘅行為。咁又咁多嘅市民嘅小心戴翻上佢哋嘅口罩。
咁咧，現場啊，六福珠寶其實有大批嘅市民啊，又坐咗喺佢側邊嗰啲石博位啊，咁就現場都係戴上咗黑口罩咁樣嘅，但係我哋就唔影佢啦，因為佢哋就並未有過多嘅即係好容易俾你識別到佢哋嘅樣貌啊，咁我哋就唔係做呢啲咁嘅人嚟嘅，係啦。咁咧見到有家長帶埋小朋友嚟到呢個位置啊，戴上咗黑口罩，咁就未知係所謂何事啦，可能係一個震撼教育或者生命教育啦，唔清楚。因為見到右方啊，遠處啊係有藍紅燈嘅車輛啊，但係咧就未知道啊，佢係會否駛過嚟，一定係停泊喺嗰邊嘅。咁嗰邊咧就油麻地啊，彌敦道油麻地方向啦。咁啊，應該係鄰近果欄嗰邊嘅嗰個十字路口啊。係啦，咁我哋見到啊，現場彌敦道其實周圍都有警車嘅藍紅燈啦，甚至其實我哋見到一大批嘅市民啊，其實聚集咗喺前方啊呢個恆生銀行對出啊。咁啊，未知系等候过马路啊，等候坐车定系如何啦？而喺前面啊，豉油街嚟到度交界，行人隧道对出啊，就有呢个嘅防暴警员驻守住啊。咁就未知佢哋嘅意义喺边度啦？可能就系上头嘅指令啊，要喺呢度做人扮公仔啊，就方便好似尖沙咀咁嘅警员咁啊，同市民影相拍照留念啊。咁就其實早幾日咧，彌敦道啊呢度附近咧都有大批嘅一啲打劫嘅劫案啊，唔單止係金鋪啊、標行啊，甚至係唔同嘅商店啦。咁其實喺事件發生咗之後，警員都係冇即時，都唔係有冇即時，係冇唔能夠拘捕到當時嘅犯人或者搶翻任何嘅赃物啊。咁其實好充分反映到啊，即係好似早前網上流出嘅一份警隊嘅內部嘅通告信息啊，就話警員有五大訴求啊，係豪樂玩啊，係唔要行必啊，係啦，所以其實唔行必呢個問題咧，我覺得係好嚴重嘅，即係香港貴為呢個罪案率最低嘅城市啦，係咪？如果冇警員啊行必啊，即係軍裝又好啊，防暴又好啊，其實咧只會頻生更多嘅罪案啊，唔單止係劫案啊，甚至係可能琴日有發生嘅就係可能一啲嘅一啲人唔同政見意見嘅人士啊，攞住斧頭啊去斬一啲嘅示威者啊、黑衣人咁樣啦。咁其實咧睇翻相關嘅相啊，其實見到係有伸縮警棍嘅，係啦。咁就唔清楚同警方有冇關係啦。但係咧，我個人咧，我只係將我曾見到嘅嘢講翻出嚟咧，就係有一條係揸住斧頭，一條咧揸住伸縮警棍嘅，係啦。咁就小米依然正常營業啦，就證明過往嘅一啲嘅裝修嘅行為啊，就並未有影響佢嘅運作啦。咁可能係有雄厚嘅維穩費嘅加持啦，係啦。咁又好遺憾啊！我哋呢個政治中立嘅 PSHK 咧，就冇維穩費或者有任何嘅資金嘅流入啊，所以咧就大家都係義務嘅記者嚟嘅啫，係啦。咁啊，最多有陣時咧就有台長幫我哋手埋翻餐飯嘅單咁樣啦，但係就絕無可有。咁就歡迎大家嚟我哋 PSHK 嘅直播啦，係啦，咁就我哋一班義務嘅前線記者，咁就大家記得 like and share 我哋呢個 page 啦，咁就能令更多人可以睇到我哋呢個咁中立嘅新聞頻道啊。咁就彌敦道依舊通車啦，係啦，咁就但係使用交通嘅即係一啲嘅駕駛人士咧就。我盡呢個建議避免使用彌敦道啊，因為未知會唔會突然間會有抗爭者出嚟堵路啦，甚至會唔會有警員突然間喺路中心舉起藍旗啊，成為一個強大嘅 robot 啊，我唔清楚。咁啊，現場警員係蒙面嘅，冇 number 嘅，但係又有藍色卡紙啦，呢個行動代號啦。未知係咪因為監警會即係已經係講明啦，警員要佩戴呢個藍色嘅行動代號啊，方便市民去日後追究啦。但係就可以好肯定話俾你一件事，就係喺六月至今啊，係未有一名警員啊被受罰啦、被革職啦，甚至被停職調查嘅。即係無論係嗰個揸住部電單車撞向市民啊，定或者喺彌敦道揸住部豬籠車就撞向一啲嘅抗爭者啦。冇啊，佢哋嗰個叫這個叫咩啊？有薪假期啊，因為佢哋係呢個嘅攞病假咁有糧出有糧出，佢哋又叫停職。咁過咗一個禮拜，等風頭火勢冇咁，即係喺個輿論冇咁大壓力嗰陣時咧，佢又瞬間咧就令到即係俾嗰批警員復職啊，就繼續出嚟壓榨市民啦咁樣。咁我覺得係無恥啊，唉。咁就其實直播都冇乜嘢好講啊。我後面嘅豉油街咧，其實都有市民聚集。
但咧就未见有警员喺我背后出现嘅。咁最近嘅咧，应该就系喺弥敦道戏院对出嗰条嘅警察封锁线咧，就有警员嘅驻守。咁收皮啦！好，我后面有市民咧就同对面嘅防暴警员讲收皮啦。好，有警员咧喺 U 车上面啊，揾电筒啊照射我呢一方嘅。好，有防暴警员落地啊！我本身仲谂住停直播添，点知有市民咧就。同對面的警員有呢個口角的行為啊！咁而家就使用電筒去照射現場的一啲懷疑抗爭者，因為他哋就蒙曬面同埋揸有呢個嘅雨傘啊！又俾警員幾敏感的啦，係啦，多過三條友就叫非法集結噶啦嘛，所以就未知警員會作出進一步的拘捕同驅散的行為。但其實咧，人現場的示威者都唔多嘅，咁咧未知警員會唔會突然間橫跨彌敦道過嚟啊？後面有白車喎，咁就後面近豉油街嘅位置咧，又有架白車停卡停泊啊！但就未知所謂何事啊！就未知係咪因為有欺巡啦，或者係可能有警員召叫啊？咁係一架好一架普通嘅白車啊，係啦。咁我哋而家走翻去波蘭街嘅位置啦，就望下。喂，現場豉油街彌敦道交界，咦，這個不是弟弟？現場豉油街彌敦道交界有黑衣市民啊，同對面彌敦道的一啲警員啊，有口角啊，我深信好快會百發百靈嘅衝突啊！你哋喺呢邊聲快啦，係噶啦，呢度有一堆應該係抗爭者，都冇過型，過型咧，第一件咧，第四件，第四件黐線，買咗幾多件啊？現在最高紀錄是在前面那裡在我那裡勾穿袋，是那邊在 RUT 那邊都有些 有警員在對面，算吧，那種整天都是珠珠寶的，不知道算吧，我見今天晏就打得這麼虛陷，黐線什麼，你夠昨天經典，是昨天打到五點多，我們收到一份聖誕禮物十二點正，我們在這裡喂在這裡 Merry Christmas， 屌你老母，記者送了兩粒 T 恤給我們探懂玩啊我那邊倒即是我在倒數的位置，跟住之後西人長南街那邊，跟住之後現場竟然在揮手，跟住之後你知不知道最低能的，你知不知道我們今天聽到什麼啊？阿陶警司在這個沙田新城市給自己的隊員你只是被人噴嘛，自己人噴自己，是啦，這個陶輝就這個的 PTU 大佬就被這個的被自己有的 Team Q 就被這個胡椒噴霧噴到，其實看到現場朗豪坊戲院對出都還有那條警員封鎖線，也有防暴警員戒備，但是現場就這個豉油街就未見有警員是在這裡駐守，但是就已經聽到有市民呢跟對面站在彌敦道近西洋菜南街交界的警員有這個的口角的出現，那未知警員會不會作出進一步的驅散和拘捕的行為，但是呢就我覺得現場人士都不容忽視這個的狀況的，那就盡量駕駛人士就盡量避免行駛彌敦道，而現場的市民就盡量戴上口罩去保護自己保障自己的，咁就呢個 PSK 係細佬啊，係啊，咁而家就喺彌敦道豉油街交界啦，係啦，咁就見到前方其實有多名嘅呢個抗爭者，而且抗爭者嘅出現啦，係啦。唔係，你上次有冇俾路線？咁咧，我哋出翻嚟啦。好，見到現場嘅防暴警員啊，係明顯增加咗嘅，即係應該係喺車上面嘅落咗地啊。但係咧就上未見有速龍警員嘅，但係咧就右方有幾架 U 啊嘅增援啊。系啦，有 U 豬龍嘅增援啊！有邊架啊？好，咁就防暴有落地啊！防暴喺登打士街啊，小米對出落地啊，有兩豬龍，兩 U 啊！垃圾，而家先識講嘢。喂，防暴警員到啦！哦，原來咁。好，有大批防暴警員啊，落地啊！好，警員喺度追趕緊市民啊！好，有一名市民被撳埋一邊啊，懷疑就有呢個截柴嘅行為啊！
我都有兩名啊，再被警員截查。好，嚟，警察做嘢，警察做嘢。好，現場啊，有四名人士啊，就被警員截查，就而家現場係豉油街嚟等到交界。好，咁現場人士咧就將佢袋入邊嘅嘢攞出嚟啊，同埋身份證攞出嚟，有方便警員登記啊。好，就 total 有四位人士啊，咁亦都使用佢嘅強光電筒，使用佢嘅強光電筒照射呢個記者，係啦。好啊，咁又多一名女士啊，就被截查啦。好，呢度有多三名，呢度有多三名人士啊，被呢個嘅警員截查。哇，後面亦都係一位警員啦。好，現場啊，豉油街嚟到度交界啊，有我前面啊有六名、七名嘅、八名嘅市民啊被截查，而左手邊啊亦都有兩，有一名男子，少少啊，好唔好啊？得少少啊，唔該曬。現場名男子已經伏咗喺地下。講真啊，咪犯法㗎，屌你！講真，犯法啦，有咗你啦，戇鳩你！好，現場警員已經坐緊 pepper spray 啦。好聲好氣叫你走唔撚走？啊！係要俾人大聲喝嘅，屌你老母！接手呢個，我要警告你，你咩人嚟㗎？跑啦！啊！現場嘅示威者同警員啊，現場市民啊同警員啊有少少嘅口角啊。人嚟㗎，唔好扮白，唔好扮曱甴啦，屌你老母！咁有警員啊，話市民扮曱甴咁啦。咁就現場大批警員啊。現場大批警員 set 咗一條警察封鎖線，就要現場記者同市民又係離開。現場警方就講話打鳩喎，好啦，咁現場咧就大批市民啦 ，first aid 大批記者啊，離開緊豉油街近砵蘭街交界嘅位置啊。咁有警員就截查咗超過八名嘅市民啊，係啊。超過八名嘅市民係被截查嘅，咁就喺呢一個位置 set 起一條警員嘅封鎖線。咁啊，頭先見到一名男子啊，其實已經伏咗喺地下，懷疑就被上鎖帶或者就進一步嘅一個搜身嘅行為啦。咁就呢度前面啊，有大批警員截查緊大量嘅市民啦。咁未知係會作出拘捕啊，定係純粹放行嘅？係啦，咁警員就喺呢度 set 起一條警察防線啦。而左手邊近朗豪坊戲院咧，亦都有一條警察嘅封鎖線，咁就懷疑咧就阻止市民咧或者行車通過呢一個砵蘭街啊。好，現場警員咧攞起呢個胡椒噴霧啦、雷鳴燈啦，係作出戒備嘅。而警員咧亦都係有手持呢個大口仔咧，去作一個嘅好見到有飛機仔啊，木柄飛機仔係啊。好，咁就現場見到旗手啦，又好舉出拉出一支嘅黃旗，並唔係嘅。現場嘅警員啊，喺度思考緊舉咩旗啊。咁啊，旗手已經攞定個旗袋落嚟，方便去掹旗出嚟啦。好，嗰邊有大批嘅市民啦，就被截查啦，登記身份證啦，係啦。駕駛零五。即係身份證。用过来干啊啦干，你落那个啦。咁就现场警员用佢嘅电筒照射记者嘅一啲嘅摄影器材啦，系啦。咁啊见到喺十位啊，小米隔篱啊，豉油街嗰位有大批嘅市民企喺度啦。咁就应该被手袋登记身份证啊，或者影低佢嘅容貌。咁咧，头先嗰啲嘅市民咧都系戴上呢个黑色嘅口罩嘅，咁就。咁又懷疑警員咧就已經係望即係睇住佢黑色口罩而作出一個嘅可能截查嘅調查嘅行為啦，懷疑同一啲破壞社會安寧嘅行為有關啊，所以就作出一個嘅截查啦，係啦。而後方啊近小米位置咧係有兩名嘅市民係被截查嘅，咁又未知係咪作出拘捕，因為我見到已經係喺地下係已經瞓咗落地下，咁就應該搜完袋之後就可能發現一啲危險物品啊，就懷疑同非法集結相關，所以就會作出拘捕啦。咁就未清楚嘅，亦都未見，即係距離太遠啦，未見係咪上咗鎖帶定係點啊？
現場影人咁用一個強光電筒照射記者嘅攝影器材，包括我附近嘅行家。咁就讓他去找啊！你也先看看他們的樣子啊，好威風是不是？有一名操國語的小姐啊，就講話看看出面的那個字啊，是不是好威風咁樣啦？咁就唔知。不能出街啦。係啦，佢就講話呢個年輕孩子啊，唔能夠出街啊。犯罪啦！哦，復實現場先係講嘢啫，係啦。咁就現場豉油街彌敦道同埋波蘭街交界中間嘅一個行人路上面啦。嚇！係啦，咁就大批嘅市民咧就被截查啦，咁就未知會唔會作出一個拘捕嘅行動嘅。咁咧，我後方咧其實有記者啦、急救員啦，甚至係有市民聚集嘅，係啦。但係現場嘅警員咧又冇舉起任何嘅藍旗啊或者黃旗嘅，咁就未知會唔會判斷我後方嘅一啲市民聚集為一個非法集結。咁咧，其實見到彌敦道咧都仲係通車嘅，仲有巴士可以經過嘅，係啦，有貨車可以經過嘅。好，而咧暫時市民咧係唔能夠穿過呢一個嘅豉油街，由波蘭街去翻彌敦道嘅位置同方向，咁就係啦。咁又前面揸盾嘅警員咧，一係就攞住呢個警棍啦，一係就攞住呢個胡椒噴霧啊，咁就應該係作出一個戒備啦，防止有市民啊衝擊佢哋呢條防線啊，甚至係所謂俗稱嘅搶犯啦。咁就係小米個位啊，見到有一名灰衣衫嘅市民啦，就小米嗰個位啊，有兩名市民係被截查嘅，即係剛才就咁就見到佢已經企咗喺度啦，咁就應該係搜完袋，但未同埋登記完身份證，但未知會唔會作出一個上索帶或者拘捕嘅行為。咁咧，剛才被截查嘅市民咧，就上暫時都仲未被放行嘅，係啦。就見到警員咧，係用紙啊抄低佢哋應該身份證嘅一啲嘅資料，咁就可能方便，如果佢哋作出一個破壞社會安寧嘅行為啊，就可以隨後嘅日子去拘捕佢，係啦。咁現場嘅警員都係使用一個藍色嘅呢個行動袋嘅卡片啦。而非以往嘅出示呢個委任證或者係使用呢個膊頭嘅 number 啦，咁就方便市民啊，如果隨後要去追究一啲有名淺藍衫嘅男子啊，被拖去一個巷仔啊，咁就未知點啊，可能因為過逼啊，所以就警員將佢拉埋咗一邊，係啦，喺嗰邊巷仔。咁就唔好意思啊，咁多觀眾，警員攞強光電筒照射，可能會令到畫面又比較上頭暈啦，係啦。OK， shit， 又多一支啦。我見到啊，嗰名男子啊，淺藍色衫嘅男子啊，就有名警員同佢對話啦。你唔係你睇下星哥嗰邊就俾人拖咗嗰條巷仔啊，咁就我唔知嗰條咩巷啦，所以稱呼唔到。大家件藍衫男子又。拎拖翻出嚟，實位嘅位置啊！咁又拖唔係拖行啦，係拖住啦 ，OK。咁就繼續有大量嘅強光電筒照射在場嘅行家嘅畫面嘅電筒啦，或者直嘅相機攝錄器材啦，甚至一啲直播嘅手機。咁就嗰名警員警啊，有兩支啊，一支係心口，一支係手揸，就開啟呢個閃爍嘅功能。咁就觀眾唔好意思啦，可能會令到你有少少頭暈啊！咁咧，其實後方咧係有守護孩子嘅成員啦，有一啲嘅急救人員啦，即係義務急救人員啦，有一嘅行家記者啦，同埋有部分嘅市民啦係聚集嘅。係啦，其實都大概有五六十名市民係喺我後方聚集嘅。咁就現場有超過我諗40至50名嘅防暴警員啦，
在豉油街的位置，这个弥敦道布兰街交界的这个豉油街行路设起了一条警察的封锁线，截查多名怀疑就是刚才在六福珠宝的位置与警对面近西洋菜篮街豉油街的警员对骂的那一批市民。咁就見到一部分嘅警員就用恆常嘅一啲嘅裝甲啦，例如佢哋嘅腳啦，佢哋呢一套應該係 2A 啦，而後面咧就有一啲嘅防暴警員咧著咗一套厚重少少嘅，又攞嚟坦槍嘅，就應該係上海市啊製造俾呢個嘅武警啊嘅一套嘅3A 級嘅裝甲。咁就喺十位被截查嘅市民咧，依舊尚未放行嘅。咁就應該已經進行完一個搜身嘅行為啦，同埋登記完身份證啦。而喺小米被截查嘅兩名市民咧，亦都尚未放行，見到佢哋好似而家都係面對住警員嘅，係啦。咁就未知有冇鎖上鎖帶或者孖葉。咁啊，暫時都埋唔到去嗰邊影啊，因為警員設起一條封鎖線，記者唔能夠通過啦。好啦，有警員啊，我聽到講，因為喺冇錯啦，被截查嘅市民咧，應該就。跟隨住警方啊，喺向住西洋菜籃街嘅方向離開啊，咁就出翻彌敦道大街嘅方向啦。咁就喺十位被截查嘅幾名嘅市民就放行咗啦，但喺小米被截查嘅兩位咧，係咪已經放行埋咧？係咪放曬？好似放曬定上車啊？放咗定上車啊？我哋係完全睇唔到佢係放咗定係上車嘅，咁就懷疑其實國家豬龍等停到嚟呢個位咧，有機會係上車嘅。好，跟住佢哋就胡椒噴霧 ，OK。跟住我哋啊！咁咧，咁現場警員咧就叫一啲記者啊、市民啦，唔好跟住佢哋，好，有名警員啊，比較上激動啊，手指啊指向在場嘅市民啊。好，咁現場警員啊就話後方嘅市民係一啲嘅暴徒啦。咁就其實只係一群嘅市民街坊啊，咁就未知能唔能夠稱之為暴徒啊，因為根據暴徒嘅定義，即係一個暴動現場嘅騷亂者啊，係要係嚴重危害社會安寧。咁警員咧已經攞出咗佢嘅胡椒噴霧同埋伸縮警呢個嘅鐵製警棍，同埋使用強光電筒照射在場嘅記者。咁有市民咧就叫警員可能好有。飛機仔啊！你佢煽動人群有兩個，你係咪煽動人群？你係咪煽動人群？咁警員就話呢兩名啊，呢一對情侶係煽動人群。頭先記者已經影曬啦。咁現場警員啊，就指嗰名情侶啊係煽動人群，咁就話再嘈就拉佢啊。咁就未知會。咁就嗰名男子啊，被帶到又係十位嘅方向。好啦，咁嗰名男子咧就喺十位嗰個位置啊，就應該被截查搜身同埋登記身份證。封埋呢邊。大家咁話啦，我想聖誕節啊。投影。佢現場竟然就只話想聖誕節啊，放聖誕假，係啦。啊！嗰名男子同埋嗰名女士啊，乜嘢俾我攻擊啊？你想啊？我話你咁樣講話，我哋攻擊你先嘅，我有話你咩？就話你。喂，啊唔係啱啦，唔係話你啊，唔係收翻嘅。小心，你保持距離啦。啱啊，走得好。你哋走就走，用翻鏡頭做乜鬼啫？幸好啲，係嗰名現場嘅警員啊。就好似佢哋好啲啊！好市民嚟咯，冷靜啲，你哋冷靜啲，好啊！嗰名嘅情侶被截查，大家雙向嘅，好警員嘅防線亦都褪前咗啊！
後方有大量的市民啊，咁就話記者專業操守，係啦，咁一睇就知有啦。你係咪諗住襲擊警察？佢有警員問記者啊，問市民啊，係咪想襲擊警察？幾廿支炮，幾廿支軍喎，襲擊！好啦，現場警員咧就同市民講啊，要保持距離啊，避免雙方有一個互相襲擊或者衝突嘅行為啦。咁就保障翻市民同埋警員嘅安全啊！好啦，又俾警告，系啦。咁現場有警員已經攞出咗呢個胡椒噴霧啊，就話就有警棍戒備。咁就仲未錯嘅，就係攞出咗啦。呢套三 A 格。咁就市民啊，計算啊，地下同警員嘅距離嘅格數啊，係啦，就方便總之就保持翻個距離啦，保障翻唔同嘅市民啦。咁啦，因為其實有警員咧，其實左邊胸口咧係佩戴一啲嘅微型嘅攝錄機嘅，應該係方便記錄在場嘅市民嘅容貌。咁及後如果佢作出一個破壞社會安寧嘅行為咧，就會作出一個拘捕啊。咁咪我哋見到啦，咁呢名警員咧，咁胸口係佩戴一部微型嘅攝錄機嘅，咁個鏡頭可以轉動嘅。咁我喺琴日沙田都有見識過嘅。咁在場警員咧就繼續同市民對罵。咁咧喺近嘅公仔鋪嗰邊啊，有警員同市民應該有一個爭執嘅狀況。咁啊，七二一咧？七二一又唔見你哋嘅？我有七二一喎，跟住我講呢個七二一。八七一咧？我對唔住啦，好唔好啊？嚇！我點爆啊？我話有警員咧，有警員咧就有市民啊提出七二一八三一警員喺邊度啊？咁警員就講咗句對唔住啊，應該係我半年嚟啊第一次聽到警員講對唔住啊，係啦，咁未知佢係誠真心定係假意啊，但係總之佢講咗句對唔住啊，係啊。反正都唔熱啊嘛，嗰啲扮得錢爆咁啊，我唔會去嘅，係咪先？有所謂啫。係啊，啲人都係自己跑過去啦。暴徒喺個世界上，有得我哋咯，係咪先？中意你嘛？中意啊，真係嘛？你啲做好自己就冇冇咁多人做。係咯，我做得差，對唔住啊嚇！我嗰個自我檢討，啊，警員話就會翻去自我檢討啊。咁就有別於一般警員啊，就洗翻市民咁樣啦。走曬。咁就。啱 cap 咗個。明白明白。截查啫，有 cap 人咩？喂，截查咯 ，story 上截查咯，暫時未見有 cap 個人啊。咁就頭先啊，嗰對情侶啊，依舊就喺十位嘅位置啊，被警員截查啦，應該就手袋同埋登記身份證啊。咁就未知會唔會作出進一步嘅拘捕行為啦，即係例如上鎖打或者孖耳。好，有警員跑咗出去彌敦道方向。哇！我可以點跟？冇啦，兜隔離街過，得唔得？咁就有現場嘅嘢，兜隔離街出翻彌敦道先，兜翻出彌敦道先。呢個咪細佬？係啊，係啊，都唔知啲急救追邊度啦。好啦，咁又。行翻去彌敦道方向啊，出翻，sorry， 係行翻去羅湖方向啊，出翻彌敦道啊，係啊。咁就嗰批警員，我哋亦都唔想特別去理會啦，因為就佢講咗句對唔住啊，佢同現場市民講對唔住啊，係啊，呢個係我半年嚟第一次聽警方講對唔住啊。咁未知佢係因為警員個人嘅操守而講對唔住啊，定係佢代表整個警方講對唔住啊？但係就好啊，係解釋唔到嘅，解釋不能。咁就大家好啊！有大批嘅市民啊，涌翻入嚟 KFC 啊，呢个砵蘭街嘅方向啊，懷疑可能有警員啊 set 起一條防線啊，去將呢啲市民就去後至內街嘅方向啦。我唔清楚。好，我哋見到彌敦道有彌敦道有大批防暴警員同埋速龍戒備啊，喺呢一個。亞蘭中心啊，對出嘅位置啊，設起一條一直橫線嘅防線啊，亦都用強光電筒照射喺右邊周大福嘅記者啦，未知會唔會設起一條封鎖線嘅。咁現階段咧，
我依然可以在左邊呢度咧係過到嚟嘅。咁有現場啊，呢度大批嘅防務警員，上話自有速龍小隊嘅成員嘅。咁就右邊啊，有豬龍 U 嘅停泊啦。咁呢個咧其實同頭先豉油街嘅位置係相隔一個街口嘅啫。咁啊，在場彌敦道啊，咁啊懷疑頭先有市民啊就喺現場做一個非法嘅集結啦，去導致有大批嘅警員到場去進行一個驅散嘅行為。咁啊，現場警員就攞住雷鳴燈啦、大口仔啦，同埋警棍，同埋呢個嘅腰旁啊就掛住呢個嘅胡椒噴劑啊，係戒備啊，防止有市民衝擊警方嘅防線啦，係啦。咁我後方咧都有大批嘅防務警員啊，係到場啊，亦都有呢個速龍小隊成員。相信係剛才喺羅湖坊set起警員封鎖線嘅嗰一批嘅警員啊，係啦。咁而家出翻嚟彌敦道啊，我哋見到就係好舉高咗黑旗嘅。是啊，彌敦道車群中間有支黑旗高舉了的黑旗喎、但在車群中間啊。好，我們給一個安全距離啊。好 sorry 啊，給一個安全距離。其實在彌敦道中間有大批速龍小隊的成員的，而有一支黑旗啊在警員的車隊中間高舉了的，是啦、咁又未知會唔會使用大口仔咧去即係施放一輪嘅催淚彈啦。咁就咦，支黑旗係收埋咗嘅，係啦。咁就現場有部分嘅警員啦，就登上警車準備離開啦。而喺我右側啊呢一度嘅呢一批警員啊，亦都退翻入去砵蘭街，應該退翻羅湖坊方向嗰條警員嘅封鎖線，咁就戒備嘅。好，左側咧，其實呢度有大批嘅腰豬龍啊，係啦，咁就未知會做啲咩嘅。咁右邊就速龍小隊成員同防務警員啊驅散嗰度嘅記者啦。咁就好幸運地，我好似係被遺忘嘅，佢就冇擁翻入去啦。哎，下先，哎有防務警員落地啊！呢、這個綠色小隊啊，綠色防務警員小隊啊。現場警員就話恒生銀行有幾名蒙曬面的市民啊，就講話有幾名蒙曬面的市民就係未知會做啲咩嘅。咁右方啊藍色小隊嘅呢個防暴警員同埋一個部分嘅速龍小隊就退翻入去砵蘭街羅湖坊嘅方向，而左手邊啊彌敦道往油麻地方向嘅呢個綠色小隊啊就企咗出彌敦道戒備啦。咁現場有大批嘅豬龍腰嘅，咁就已經數唔到啦，因為太大量嘅高光電筒啊照射住呢邊啊。咁咧，而左手邊啊，近旺角方向亦都有大批嘅速龍小隊成員啊，就喺嗰邊喺度掃街啊、遊街啊，行咗一直線咁樣啦。咁現場咧，其實有大量嘅市民啦、first aider 啦、記者、行家啦，就聚集啊，但係就未舉出藍旗，只係一個非法集結，只係剛才啊有警員啊喺車群中間啊舉出咗一支黑旗啊，咁就未知所為何事啦。咁陸續咧都有好多嘅 first aider 記者行家咧，就由砵蘭街嘅方向走翻出嚟，而家嚟到大街啊！咁我哋見到啊，彌敦道咧依家係有大批警車聚集啊，咁就未知上面嘅防暴警員係咪已經落曬地啦？但係就係啦，咁啊市民要小心注意啦。而喺左手邊啊，東亞銀行嗰邊啊，嗰、那個地鐵站出入口啊，其實有大批市民聚集咗喺嗰度嘅，未知佢哋等巴士行街定係點啦。但係咧就有部大批嘅速龍警員喺佢對岸啊，豬龍車嘅附近啊。如果佢跑起上嚟咧，其實應該都幾係嘢嘅。好，咁而家大批警車駛嚟現場啊，咁喺彌敦道啊，轉入去 KFC 亞蘭中心嘅方向去離開啊。咁啊，見到喺車上面其實係坐滿住警員嘅。咁就真係代表係未落地嘅，而呢個係 UK 得，即係呢個係東九龍總區啊嘅防暴警員啊。咁就在場呢度有1233U、1234豬龍啊，眼見嘅3U4豬龍啊。咁就未知佢哋會唔會巡完一圈之後又翻嚟落地兜圈施放一輪嘅催淚彈啦。但係就我覺得人滿，即係大家要小心啦，係啊。好啦，咁剛才彌敦道嘅警車就已經去咗小部分啦。咁後方仍然有呢個綠色小隊嘅防暴警員啊。
咁就雖然頭先舉高咗黑旗啦，但係就都仲未戴上豬嘴。咁就見到啦，前方就依然有大批嘅豬龍 U 嘅停泊啦，而本身左側嘅一啲速龍小隊成員亦都可能登上警車離開咗啦。咁就現場啊，恆生銀行啊，彌敦道啊，近亞蘭中心嗰邊咧，其實現場有市民聚集嘅，但係就未知係咪抗爭者啦。好，咁我哋嘅記者同學同事啊，咁就喺阿德福嗰邊，好似話散場啊。咁就現場嘅警車依家係尚未散去嘅。咁就左方啊，左方嘅速龍小隊成員啊，亦都好似喺警就係尚未登上警車嘅 ，sorry 啊，我哋見到最前方啊嘅警車啊，隔離係企咗多名嘅速龍小隊成員啊，咁佢哋並未有登上警車離開，而右方亦都有大批嘅市民聚集啊，咁就未清楚啊，係咪同一啲破壞社會安寧嘅行為有關啦、啊？好啦，前方呢度有架 U 啊，懷疑有。懷疑又準備離開駛去啊！係啦，咁其實彌敦道依舊通車嘅，車應該依然行到嘅。左右側都有警車戒備啦，有防暴警員同埋速龍駐守住啊。而左側啊，恆生銀行呢邊其實有大批戴上咗黑色口罩嘅市民聚集啦。咁就未知係咪一啲嘅示威者、抗爭者啦，甚或至係有任何嘅行為行動啊。其實我都唔係好清楚。其實見到前方起碼有一架 U， 其實同埋三架至四架豬龍喺 在場嘅。咁就未清楚佢哋嘅去向係諗住打算離開啊，定係甚或至其實車上面嘅防暴警員係是否落咗地嘅？但係只能夠肯定一件事就係、是、現場市民所講啊，警察其實都幾阻街啊，幾擾民嘅，係啊，因為其實現場並冇得係啊，現場其實都冇任何堵路嘅行為啊，甚或至係汽油彈啊，任何嘅狀況出現啊，但係咧。就大部分嘅警員啊，即係封鎖咗呢個彌敦道啊，往深水埗方向嘅兩條行車線啊，有多架嘅 U 豬龍封鎖咗即係呢條彌敦道啊，而家得翻一條行車線，就往呢個深水埗方向嘅，咁就行車人士要自己注意啦。係啊，窩打路道口已經截咗啦。哦，窩打路道口都截咗啊，亞加老街仲行唔行到啊？冇車嚟㗎啦，已經。哦。嗰邊你留意下，今日嗰啲車唔係。哦，原來有市民就講亞加老街其實已經截咗車㗎啦，車輛已經唔可以通過到，然後懷疑咧係啦嗰度係啊，見到有啲藍紅燈嘅警車，懷疑就喺嗰個位啊 set 起一個可能嘅截查同 wallbox 啦。而呢一啲嘅紅 van 其實純粹係喺內街砵蘭街啊嗰啲嘅紅 van 轉出嚟駛嚟嘅啫。咁其實在場嘅大部分都係一啲記者啊、義務急救員啊，同埋一啲行街嘅市民或者街坊啊，咁就並未知道大量嘅警務人員啊，到場啊，落曬地啊，嗰個嘅意義喺邊度啊？可能警方而家界定一個破壞社會安寧嘅活動啊，就係多過三條友啊，咁就一家人出街要小心啲啦。是啊是啊，咁就其實每一晚啊，呢個深水埗呢個旺角啊、彌敦道啊，都會有警員喺每個街口啊停泊幾架豬龍 U 啊，咁就慎防啊有呢個破壞社會安寧秩序嘅狀況出現啊，咁就但係唔見佢哋喺處理一啲金鋪標鋪被打劫嘅行為咁積極啊，咁就犯人都依然未被落網逮捕啊，裝物亦都未被揾翻啊，咁就絕對唔關佢哋冇 OT 錢事嘅，我認為。邊個台 ？PSHK 啊，係啊。
夠中立咧。咁就大家嘅一 like and share 呢段咁中立咁好睇嘅直播啦，咁就令更多人可以知道。應該就係啦。好，咁有警車啊，就響燈響安啊，懷疑就駛嚟呢個彌敦道現場啊，但係佢就好似落單啊。嗱，其實係坐滿咗綠色小隊嘅成員嘅。咁這個警車嘅編號係 UKW 啊，即係呢個東九龍總區嘅防暴警員啊。咁就其實就並唔係呢一區域嘅旺角深水埗警署嘅警員啊。咁就懷疑係東九龍總區嘅可能呢個嘅 PTU 總 PTU 分區基地啊派落嚟維持秩序嘅一批嘅警員啦。係啦，咁現場大批嘅又質啊，亦都有大批嘅警車到場啊。咁就係望下先。好，呢架車係連嗰曲都好，呢架係速龍私家車啊。係啦，咁就 PTU E 啊 B 啊，咁就好明顯佢已經放棄咗去講自己邊區啦。係。認唔到，唔好意思。哇，咁有超過兩龍兩 U 啊，就沿住彌敦道方向啊，向呢個嘅油麻地位置行駛啊。咁未知佢哋會唔會喺前方停低或者落地啊？但係就現場記者繼續 keep 住喺呢度附近啦，因為有人群聚集啊，我哋就唔行咁遠啦。咁又見到喺嗰邊啊，小米對出嚟有大批嘅市民聚集啊。其實右側咧近朗豪坊啊嗰邊嘅警車啊，依舊未駛嚟嘅，係啦。咁遠方啊，遠處啊，呢一度嘅警車咧都依然未駛嚟啊。咁剛才咧就有超過40名嘅速龍小隊成員咧就去咗嗰邊嘅，但係就並未有登上車輛。咁見到其實已經逐步通車啦，有快企出嚟啊！好啦，有現場市民呼籲係企出嚟啊！咁乜嘢企出嚟呢？咁我就並唔清楚，並唔明白啦。係啦，咁又企出嚟。我現場市民啦，嗌起企出嚟啊！咁就憑咩企出嚟呢？唔知喎。啊，我哋中立噶嘛，乜都報噶嘛。咁咧，咁就大批警車駛到油麻地方向啦。咁就嗰度現係藍紅燈啊，過極多藍紅燈啊。咁就現場市民啊，就注意啦，戴翻口罩啦，甚至就係慎防有警員喺內街啊，去截擊啊，去做一個嘅大規模嘅搜查截查。因為咧喺早前嘅一個星期日啊，有過百名嘅市民啦，好有警車翻嚟啦，有好前方啊，近小米方向嘅彌敦道啊，有 U 豬龍啊，又兜翻個圈翻嚟啦。咁我未知會唔會落地作出任何嘅拘捕同埋截查驅散嘅行為啦，因為見到其實幾齊人嘅，相信就係頭先駛嚟嘅嗰幾架冇行動代號標號嘅警車啊。咁佢就向前方過馬路嘅市民啊去響安啊，係啦，就係頭先嗰幾架並冇行動代號，即係講住 PQB 嘅嗰幾架警車啊。咁就佢哋行翻去前面啊，匯合翻喺羅湖坊對出嘅嗰幾架速龍小隊嘅警車啊。咁就未知會唔會落地嘅，亦都未知佢會唔會停低嘅。但係現場就有大量嘅市民聚集咗喺瓊華中心星際，甚至後方小米啊。咁現場市民啊，開始叫喊口號啊，叫喊呢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嘅。啊咁啊！咁大批市民啊开始走出马路啊，无论系周新新呢个位啊，甚或至系后方小米嘅位置。咁其实前面有警车停泊嘅，但未见有落地嘅行动。咁有现场市民注意啦。咁啊，听到现场市民呼喊口号啊，香港差佬屌你老母啊，系啊。咁就開始有陸續嘅市民啊走出彌敦道大街啊，無論係義務急救員啊、記者行家，甚至一啲行街嘅市民啊，
我哋见到前方小米嘅位置啊，有大批市民啊开始涌出嚟呢个。好啦，咁在场继续有市民啊喺度呼吁啊，企出嚟啊！就见到前方小米啊，有大批人士啊，已经开始走出马路。好啦，咁在场市民咧呼吁大家企出嚟，系行街啊，并唔系所谓嘅。好啦，咁开始有大批市民聚集喺呢个弥敦道大街嘅位置啊，咁起码过百嘅，系啦。咁前方其实近亚兰中心啊，系有防暴嘅车辆嘅。但未知佢哋系咪已經落咗地啊？哦 ，sorry， 想點啊你？俾你影住好好心好唔心安啊！你明唔明啊？喂，後方有車經啊！見到啊，現場又開始有大量嘅市民啊、群眾啊走出彌敦道嘅街頭啊，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記者行家踩上嚟呢一個花槽的位置啊，咁你一个更高的角度影住现场弥敦道的状况，未整啊，打错字啊嘛，大佬。哇，咁见到前方的警车啊，都系未见有落地的状况啦，但亦都已经大批群众和市民啊，已经走出了呢个弥敦道啊。咁就有市民就，啊唔系市民嚟喎 ，Fascista 嚟喎。啊！唔知道邊個講咗你老母啦？咩啊？學夾喎，實夾啦！其實，因為頭先有大批嘅警車，其實走去油麻地方向啊，我轉咗入去西洋菜南街嗰邊嘅內街方向，即係近住演報房街麥花臣嗰邊啦。而右方啊，其實喺朗豪坊啊呢個亞蘭中心嗰邊，其實有大批嘅呢個嘅警車，其實扎手住喺嗰邊嘅。咁其實嗰度嘅警略嗰個嘅警員嘅數量其實都唔少嘅。其實很多記者行家已經站在這個石博上面了，就其實彌敦道的車輛其實已經癱瘓了，看到巴士已經索性停車熄匙停在路邊了，就現場有人士呼籲走出來和企疏一點。那就好啦，咁有現場市民就話：，誒、哎、五大訴求都唔 Q 要啦，要香港獨立咁樣。咁記者對呢個就並冇任何嘅評價嘅。咁啊，現場嘅彌敦道啊，近住小米嘅呢個嘅亞蘭中心嘅位置啦，係啦，咁就有大批市民啊，就呼籲啊，企出嚟行街啊，並且就係企疏啲咁樣。咁有現場過百名市民其實已經行咗出嚟彌敦道大街啊！但其實後方近住亞蘭中心朗豪坊嗰邊其實係有警員嘅警車係駐守住嘅，尚未見有落地嘅狀況啦。可能警員就為咗等候更多嘅群眾走出馬路先至落地，去進行一個大規模嘅驅散同拘捕嘅行為啊！就正如今日晏晝下午茶時間就有大批嘅警員舉出黑旗藍旗就拘捕多名嘅現場嘅市民啦，甚至係抗爭者嘅。好，見到警員響安啊，即係響呢個笛聲啊，但就未見係咪落地啊？哇靠！冇啊，唔知佢係咪落地？你拎到佢係咪落咗地啊？你插張過去啊？冇啊！切，唔得喎！我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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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我等你个6884嘅，6884。我谂起码要过圣诞。过年咯，差唔多啦。但你知唔知？诶，有防暴警员落地啦。系啊系啊，落咗啦。呢个喺地下。
OK， 就有幾名嘅防務警員落地啊，就駐守住喺亞蘭中心啊，近羅湖坊嗰邊嘅位置啊。咁就未知佢會唔會作出新一輪嘅驅散同拘捕嘅行為啊。而我後方啊，依家有大量嘅民眾啊走出嚟，等到街頭啊。又見到啊，前方其實陸續有一啲嘅警員啊喺車間度行出嚟啊，喺度面向住呢一邊嘅方向。咁啊，大批車輛啊，駛入嚟彌敦道之後咧，就掉頭離開。好啊，現場市民又呼喊口號啊，香港差佬屌你老母啊，係啊。咁就有更多嘅市民咧，就開始走出嚟彌敦道啊，攤緩咗呢度嘅交通啦。咁又佢哋嘅堅稱啊，呢個行為叫行街啊，係啦。咁就現場有即係更多嘅義務急救員啦，甚至係記者行街啊出現喺呢度嘅附近。咁就明清楚前方嘅警車究竟會大規即係大批落地定係點啦？準確位置。旺角西洋菜南街大批防暴落地，西洋菜南街咪即系朗豪坊嗰边咯，系咪啊？大批防暴落地睇唔出喎。啊，咁現場咧開始陸續有市民啦，就係走出嚟等到街頭啦。咁咧，記者我亦都做緊一個悶悶地嘅直播。哇！聽到應該有防暴警車嘅增援啊，聽到有更多嘅笛聲喺遠處嚟緊啊！啊，未知警員會唔會？現場市民開始呼喊口號啊，並開始見到有不同的旗幟啊，例如香港獨立的旗幟和美國的旗幟啊。咁有一名伯伯手執呢兩支旗啊，喺彌敦道的街頭度行過啊，佢話非常之霸氣啊。身為呢個出色嘅黑記啊，咁就繼續影住呢個唔同嘅狀況啦。好，又見到更多嘅防暴警員應該落地啊，戒備啊，喺車旁嘅側邊啊。咁有同事講啊，快富街啊 A 二出口近砵蘭街位置啊，有狗 set 起咗一條防線啊。好，西洋菜南街啊，警方高舉藍旗啊。係啊。應該有更多嘅警車啊，喺彌敦道嘅四周啊。哦，白車嚟嘅。不會白車後面帶幾架警車的，好，有白車停泊了的。那現場群眾繼續呼喊口號啦，香港人報仇啦，同埋香港差佬屌你老母的。又見到現場其實彌敦道的交通已經癱瘓了的啦，咁就駕車人士又記得避免去行走呢度附近的方向啊。現場市民亦都開始呼喊口號啊！
咁就见到前方嘅警车群有几名警员系已经落咗地啊，咁就未知佢哋系攞住啲咩武器去戒备啦。好啦，哎呀，系时候我都要落地啦。咁就过去望下咩状况先。黑旗。边度黑旗啊？好，有警员啊，喺车群啊，施放黑旗啊。咁就喺呢度大批嘅车群嘅外面啊，施放咗一支黑，举起咗一支黑旗啊。咁就并未知警员会唔会去立即施放呢个催泪烟啊。大家现场人士都纷纷咧，义务急救员啊，记者行家都纷纷戴上呢个嘅。好，有绿色小队警员啊，已经走到喺巴士群啦，就嚟去到周新新嘅位置啊，都几咁嘅阴湿嘅其实。咁一支黑旗又疑似应该收起咗啦。我现场市民咧就继续向住警员嘅方向讲：屌你老母啊！咁而警员咧亦都开启咗呢个强光电筒啊，照射呢个现场嘅市民或者记者行家。好，大批警员已经嚟到亚兰中心对出啦，近。好，大批警员其实已经手持呢个嘅催泪弹枪戴口仔戒备啊，并使用呢个戴口仔啊，指即系戒备啦，就系未见到个其实未上弹嘅，而亦都有雷鸣灯啦，有黑旗，好绿色小队嘅防暴警员啊，高举黑旗啊。现场有呢个绿色小队成员高举呢个黑旗啦，好，而后面咧亦都有高举呢个蓝嘅，后面亦都揸住啲蓝旗嘅，未知会唔会一拼就举起，好，举起咗蓝旗啦，警员向住西洋菜南街方向举起一支蓝旗，一支黑旗嘅，有绿色小队成员啊，而家去到亚兰中心啊，近 KFC 个位嘅弥敦道交界位置。好啦，咁现场警员就叫呢个嘅记者褪啦，因为叫我哋继续向前咁样。啊，现场就呢个绿色小队嘅警员啊，咁啊未其实未上猪嘴嘅，但系刚才咧已经举起咗，系啦，黑旗其实高举住嘅，但系咧现场警员咧尚未呢个戴上猪嘴嘅，系啦。咁就其实雷鸣灯啊、大口仔啊，同埋呢个嘅飞机仔枪系木柄啊，都已经。其实准备好噶啦，警员亦都准备好去发炮，亦都高举咗蓝旗。嗱，见到其实市民咧而家聚集咗喺小米啊，小米对出嘅位置啊。咁咧，其实警员咧都系未戴上猪嘴嘅，系啦。但系其实刚才已经高举咗蓝旗，咁啊为好左边咧有大批嘅警车到场嘅。好，警员啊，攞呢个大口仔啊，向住弥敦道乌兰街嘅方向啊高举啊，你知会唔会发射啊？但其实现场呢一批嘅警员咧系冇旗手嘅，但其实但系佢啲大口仔已经持枪对住市民啊，然后因为佢哋未向呢一边嘅市民高举蓝旗啦，咁就未能够判断系一个非法集结或者破坏社会安宁嘅行为啊。咁其实左方啊，近砵兰街交界亦都有市民聚集嘅。嗱，见到近住嗰边，其实有市民聚集嘅。而右侧嘅警员咧，刚才咧亦都向住西洋菜南街嘅方向高举嘅黑旗同蓝旗，亦都尚未收起嘅。而有巴士咧，而家就停咗喺呢个位置，啱啱打斜，系啦。咁就未知警员会唔会放行俾阿巴士离开啦。好啦，架巴士系好似晕捻咗喺度嘅。OK， 有个九巴嘅人员啊，疏导啊，咁在场警员咧应该要褪过少少俾巴士经过。啊，见到啦，已经开始有大部分嘅 U 猪笼啊，已经喺周新新呢边戒备啦。咁未知啊，
車上竟然是自行落了地的。啊，咁巴士啊，已經陸續可以經由呢個彌敦道啊，慢慢嘅離去啊。啊，身為又要威又要戴頭盔嘅最佳成員啊，咁我已經戴起咗呢個呼機啊，豬嘴頭盔啊。啊，唔好意思啊，由呢一刻開始收音會開始差咗啲啦。啊，綠色小隊嘅警員啊，防暴警員啊。就在呢個彌敦道啊，恆生銀行對出的呢個十字路口啊，就設起了一條4/200的防線啊。咁其實剛才防暴警員落地的時候咧，係高舉住呢個嘅藍旗黑旗嘅，喺呢個車群巴士後面。啊！現場警員咧就同就暫時咧就並沒有高舉任何嘅旗幟啦，但係就已經荷槍呢個戴口仔戒備啦。咁現場就係亞蘭中心小米嘅附近啦，有大批嘅警員落地戒備。咁咧而右側咧近住呢個豉油街啊！就有大批嘅市民聚集啊，系啦，有大批嘅市民聚集嘅。喂，手機冇乜電喎，揾同事過嚟接一接 live 啊！而家喺彌敦道啊，小米嗰度附近啊。沿途一個同事都見唔到。就辛苦曬咁多嘅觀眾啦！啊，要望住呢個比較上畫面沉悶嘅直播啊！咁就現場記者都唔想啊，因為都摸唔透啊，究竟啊警員就話行人過馬路啊！咁右方咧，其實見到咧係有市民聚集啦，並且有一支美國嘅國旗同香港獨立嘅旗幟啊高舉咗嘅。就相信頭先嗰位揮旗嘅伯伯。啊！現場市民咧並未有散去嘅跡象嘅，咁警員咧就繼續落地增援啦，又未知會唔會再進行一個進一步嘅拘捕或者驅散嘅行動啦。啊！現場嘅市民咧依舊可以跨越彌敦道嘅左右嘅，係沿住呢條馬路。咁我識一識機噶咯喎。好啊！再有大批嘅防暴警員啊，落地增援啊，戒備啊！好啊！咁因為有其他同事啊已經直播緊啦，咁我就唔直播住啦，慳一慳電，手機叉一叉電先。好啊！咁多位觀眾，如果要睇 live 嘅，就去藍色水嘅頻道啦。即是藍色水的那個位置啊，咦，但是現場好像防暴警員有市民叫囂啊，未知防暴警員會不會突襲舉高這個黑旗啊。那就我們交給其他的同事了。好，藍旗黑旗，警方高舉藍旗黑旗啊。
好，警員向前行啊！睇齊啊！你邊個傻咩？最低人數最高，呢個最高警告。好，警员啊，攞住戴口罩戒备。好，有警员同记者讲啊，我哋唔走就射鸠我啊，系啊。好，继续系蓝黑旗高举推进。咁咧，剛才喺小米嘅市民咧，亦都已經散去。記者何君堅，你食飯啊？好遺憾啊，記者我真係未食飯啊。啊！何君堅咩事咁樣咧？我想何君堅真係真係好細啊！何君堅，藍黑旗繼續追，繼續高搶。阻住你啊！真係似胡椒粉追啊！咁有警員咧，警官執法，繼續咧向住記者啊，喺度叫喊啊！但係咧，就尚未發射任何嘅催淚彈嘅。有警員繼續推進，推進至呢個嘅豉油街。但係而家已經去到創興廣場嘅附近啦。但係見到大批警員啊，就依舊繼續向前推啊！但係就高舉藍黑旗。呢個警告，警告！你現正參與嘅未經批准嘅集結，咁咧，現場。前方咧，其實大批嘅業務急救員啦，跟住後方有記者洪家啦，同埋有部分嘅市民啦，都亦都跟隨住呢個行人路啊，去走翻去呢個油麻地方向。咁左邊嘅警員咧，依個藍黑旗推進嘅 ，OK， 但系咧就未有施放任何嘅催淚彈啊。啊！見到左邊咧，又有一批記者啊，嗱，不斷嘅。最近人士最高，呢個係警戒警告。你現正參與一個未經批准嘅集結，立即離開現場。咁現場警方啊，警告市民參與緊一場非法嘅集結，咁就要市民快啲離去，否則就使用催淚煙進行驅散啊！啊，其實我後方咧都有幾名嘅警員啊，持槍啊，係啦。好。啊，咁而家已經推到去上海街嘅方向。咁咧，警方咧都仍未啊，放低藍黑旗。好，警方咧就喺上海街啊，掀起一條警察封鎖線，亦都將佢手上嘅黑旗啊同藍旗啊放啊藍旗依舊，黑旗已經放低咗啦。喂。上海街啊，不上緊啦 ，OK。我而家喺上海街度買黑旗啦。盡快離開現場，許多警官想搶你煙槍嘅高層。警方啊，依旧黑旗啊、蓝旗啊，向住呢个灯打士街嘅位置啊举出啊，但系其实咧并未施放任何嘅催泪弹嘅。由刚才啊，由周新生个位啊推到嚟呢个嘅灯打士街啊，都仍未有任何嘅释放催泪弹嘅行动啦，系啦，就单纯系高举蓝黑旗同埋推进嘅。啦，企埋啲啦，系啦，咁現場記者好合作嘅，喺行人路嘅，又企埋少少啦，咁就避免阻止警方嘅執法同工作。好，咁綠色小隊嘅防暴警員咧就開始褪後啊，啊懷疑係登上警車離去啊，啊而左側啊嘅呢一隊嘅警員啊就並未有任何嘅行動。好啦，綠色小隊嘅防暴警員啊就登上呢個警車啊。喂呀，準備咁綠色小隊嘅防暴警員登上咗前排嘅幾架 U 豬籠啊，
懷疑咧就準備離去，咁又兜翻個圈又再翻嚟進行下一輪嘅驅散同驅捕行動。咁啊，又真係聽到消防車嘅聲音啊！咁就未知所為何事，亦都有白車係隨住個尾部嘅。我見到一架偽裝嘅豬籠啊，即係呢個白色嘅一個嘅旅遊巴啊！哎，有豬籠啦，係啦，係循住呢個彌敦道方向過緊嚟啊！彌敦道人民嘅方向有幾架豬籠啊，就前往緊我哋而家所在嘅登打市街方向。咁我呢度直播去住咁多先，因為見到有其他有更多嘅同事喺度直播緊啦，咁就咁多位觀眾又過去睇佢哋個 live 啦，係啦，咁就辛苦曬大家。